等一下呢，你就先开始，然后再换我。然后我讲，妈咪啊，我都好痒，我都好痒啊，我头发好痒啊，我不知道是哪里痒。你不要啰嗦，我要讲电话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，我的淋水。阿妈，你看，你看我的水，好大，好大瓶。先不要玩这个了，我们现在一段 freestyle， 现在说清楚，一句话，五个字，六句 ，OK。好妈，耶，我屁股好痒啊！妈，我屁股痒啊！妈，我屁股痒。你不要说你屁股痒，跟你说六句，五个字，小妹，你脸长得好丑。妈，我屁股痒。干，我不是叫你不要抓屁股了吗？你个北兰呢？两个字好了，剩两个字，啊，八个字好了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说啊？想那么久。妈，我有睡觉，而且我眼睛好痒，我现在又耳朵痒了啊！哦，你真的是让人担心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女儿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六个字。换了。啊。